们要来做这个椒盐鹿茸。好，那这里面的食材我们选用这个苦瓜、马铃薯，还有我们的这个泡酒的鹿茸片。亲自示范鹿茸料理，主厨温国志把养生鹿茸变成创意膳食。中华民国养鹿协会首度举办养生鹿茸膳食新秀国产鹿茸食补创作大赛，就是希望颠覆传统的食补观念，让更多人了解鹿茸的多元运用。为了要突破这个传统这个食用方式，所以说我们也生产了很多生技产品，随手即饮的一个生技产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入菜的一个食补的方式。主办单位提供国产鹿茸食材，包括鹿茸片、鹿茸酒、鹿茸粉以及鹿茸何首乌炖包，让参赛队伍在两小时内做出两菜一汤的鹿茸养生膳食套餐。经过九月预赛的激烈竞争后，有四组队伍进入决赛，最后成品华丽摆盘，并提供评审试吃打分数，角逐冠军宝座。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组把鹿茸做成这种甜品类的。好，那这个甜品类的口感啊，跟它的创意发想啊，跟鹿茸未来可以在这个商品化。把鹿茸做成小朋友也爱吃的甜品海燕窝，评审们都眼睛一亮，让原本食用年龄层较高的鹿茸有了更广的消费市场。家庭主妇用具有创意又能融入生活的料理，一举夺得冠军。那我们想照顾了男人，照顾了老小，当然要照顾自己。所以我今年58岁，我都没有白头发，我就把它放到了那个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海燕窝，也叫寒天，然后把它变成了甜品。那我们也加了鹿茸片跟鹿茸粉。国产鹿茸融入日常的最佳代表，还有这道以时令高丽菜取代白菜的高丽菜卤，味道鲜美又好咀嚼，同样收买大小朋友的胃。鹿茸不再只限帝王享用，创新食谱让一般民众也能享受鹿茸食补的好处。生活中心综合报道。